这人有病。那这是开场啊。Hey, hello. Hello. 因为上礼拜呢，那个昆士兰这边连日暴雨，几乎是整个城市都淹掉了。所以呢，我无法在这几天内更新。但是呢，今天是个好天，所以我跟嘉允呢即将前往。我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一个很牛逼的那个鸡排汉堡店，然后也因为那个。我不知道，在去那边在吃饭，我不知道，因为那个淹水啦，很多地方淹水了，所以公车都说有开，结果都没开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走过去，待会见。过马路，哎，我边路不能边转镜头啊！啊，为什么？对啊，是点那个镜头。哪里？下面这里啊。我说不是，我说转那个啊。我们到了 Winfield。Burger and wings. 我们 just wait for the burgers. 好了，汉堡来了。点的叫什么？安哥吃的。Thank you.So, 来了那个鸡翅套餐，我点的是 Grumman with extra patties， 怎么样？镜头不错吧？其实这比照片小蛮多的。你点那个比较多。Grumman 呢？不是，不要看照片，是 Grumman。喊你吃啊！怎样？没东西能拍了，我先吃好了。还是连锁？应该是吧。我这个叫 Grumman Burger， 然后我多加一片 patty， 真的看起来蛮小的。啊，多加一块、啊？对啊，多加一块变14块啊。这本来就一块。对啊。虽然看起来没有照片中那么大，但其实味道还蛮不错的，而且其实也蛮大的。好多酸黄瓜，他并不是很满意他的汉堡，但我不知道点了什么。好吃啊，很好玩哦。镜头下的人都很欣慰。好了，吃完了，满分5分会给
4.7， 因为那个照片实在是太大了，有点失望。他已经气到说不出话来了。鸡翅蛮大只的，但是我觉得就蛮普通的。对吧，好吃的普通啊，不是难吃的普通。也没有，也不是很贵，其实还蛮便宜的，因为是蛮肥大的。看店员还跟我们推荐了啤酒，也是蛮好喝的。我的是姜汁啤酒，啊，我不知道他喝的是什么。汉，随便的。如果有机会来，是蛮推荐的。那个服务人员，左边那个大只的，人蛮好的，虽然讲话是超级快。好了，先这样了。蝙蝠，兄弟们，蝙蝠。想要每天放，我是放。